天桃园球衣啦啦队女孩莲香球场边热舞应援，不久前退出乐天啦啦队动向备受关注，外传出乡民要看到女神可能得到味全球场，因为近期眼见网友发现这端倪。味全啦啦队小龙女的官方 IG 介绍栏里，球团经纪人已经变成莲香的经纪人丽奈，外界推测莲香新东家很有可能就是中职味全龙。会让林湘心寒离开待了三年多的乐天，外传可能是与球员马杰森恋爱。去年下半球季，林湘只出席六场次的应援，全队垫底。甜美外形、火辣身材，林湘超高人气，在众多啦啦队女孩中闯出一片天，让她登上今年春节除夕节目。新的一年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，龙光焕发，好运龙中来。近年来，莲香啦啦队光环加持，人气水涨船高，代言接到手软，魅力更是席卷日本。去年受邀担任日本高尔夫球球衣品牌全球代言人，更登上东京时装周走秀。莲香是否跟着经纪人投奔龙队？味全龙领队丁仲伟表示，目前球队着重在球员的战力补强，新赛季啦啦队名单等后续确认后才会再公布。而前东家乐天球团回应，目前公司和莲香的合约还在进行中，也持续和莲香沟通新的合约。毕竟莲香出走带走的不只有粉丝，还有话题。静新闻综合报道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